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张老师。我们今天还是要谈一谈哈、哦，那个异次元空间的生物怎么生活，谁比较适合在异次元空间生存？因为很多朋友都写信来问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平行空间，哦、那讲白话叫做八大。那八大因为包括的范围太广，包括博弈的产业，包括一些博弈的产业，一些休闲的产业很大，所以我们统归它叫做异次元空间。好，如果你的八字结构当中，你打开你的八字，你看到一个七煞，不要怕，老师常讲，一个七煞拆可你。而两个七煞你要很小心了，如果你是三个七煞，你要想办法安全下岗。如果你还很年轻，你命中带三个七煞，无论男生女生，如果你还年轻，书读得不差，书还读得不差，老师倒是建议你国安局、调查局、情报局、警察、军人，你这个行业你可以考虑。但是如果你的印不够强，没有办法卸掉七煞的气，那你要看你的 命中有没有带文昌文曲，用食神来制煞。我刚讲，当你的命中带了三个七煞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不会生太强，因为你命中不可能三个七煞，其他都是比肩切财跟印，你可能会加上食神，加上三官，加上正财，加上偏财，这蛮有可能，还是加上正官。所以一般如果你三个七煞大概生不强了，那生弱的话就会透露出三个讯息：身体不好，学业不好，工作跟事业也不好，要切记。当然七煞它的绕宫绕点是很重要，七煞的绕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如果你有志于异次元空间，请各位朋友打开你的八字结构。如果你命中有七煞，又加上一个偏财，那你蛮适合做一点投机，懂不懂？如果大运流年、流月、流日、流时愿意配合你，你可能会一夕之间成为巨富，不管你身强身弱，你身弱，白话叫赌徒；如果你是身强，白话叫做赌圣，赌圣、哦。如果你既不身强也不身弱，白话叫赌、哦，很重要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哦、很重要。所以老师不鼓励你们从事太投机的工作。这个要有一点福报了，这个要有一点福报了。没有这个福报、哦、你没有三两三，请你不要上梁山，懂不懂？不是让你求个平安符，让你求个貔貅，什么都不看，你就想要去大杀四方，这个在理论上不太可行，而且有一点投机取巧，老师不鼓励、哦、老师不鼓励。第二点。七煞加三官，一般七煞加三官的话，你要很注意哦。七煞加三官的人，一般来讲，这种人，男生长得很俊俏，女生会长得很漂亮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好好控制自己的个性，很容易，很容易。在男女之间的漩涡当中打滚了、啊，漩涡当中啊，你会跑不出来哦。好运的话，好运的话，在异能界你会当一哥一姐。如果你的命差一点的话，可能哦，可能会掉到异次元空间去。注意哦，另外一个是比较笃定一点。如果你的八字是七煞加劫财，七煞加劫财，
而且这个七煞没有食神，没有印来压制它。像这个还好，还有一个印，代表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贵人，还有一点印寿，还有一点读书。如果你是七煞加劫财，没有印，也没有食神，听好哦，哦，听好哦。也就是说，你自我管理能力不足，然后书也读得不好，你掉入这个行业的机会会非常非常非常高。当然要搭配你的大运流年来看，如果你的大运流年不要太差，有机会悬崖勒马；如果没有机会，你可能会在那里打转。因为这个劫财要命，这个劫财让你赚到钱，又会被其他的男生劫掉，很注意哦。如果你是七煞加劫财的话，他以财之煞只有两种人，第一个很爱花钱，很爱花钱；第二个很善用，很善用钱。一般来讲，这都属于身弱的格局，所以一般都是用钱毫无节制可言，很重要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再过来我们看看七煞加偏印，如果你的八字结构是七煞加偏印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你大概哈，你大概整个命盘在操作上不会太差。为什么？你懂得用脑，你懂得用奇怪的方法去对付你一些奇怪的个性。人讲乌白乌人徛，因为偏印的人本来想法就蛮特殊，再加上你那个七煞的个性啊，阴晴不定啊，两个搭配在一起叫做极配。像我们中国的毛主席，典型的七煞加偏印。毛主席手下十大元帅，他管理十大元帅，管理朱德，管理林彪，管理彭德怀，管理聂荣臻。毛主席从来没有带过枪，不需要上过战场。为什么？胆识够，头脑好，会用谋略，厉不厉害？毛主席没有带过枪哦，注意哦，很厉害啊。这辈子也没有开过刀，也没有什么刀伤，所以是命格非常特殊的一个人。那老师在讲这个命盘的时候，会给你们参考。为什么都是用七煞跟其他的星宿来做一个比对，做一个比较？因为七煞这一颗星非常非常非常特殊，它不是一个稳定的星啊。你命中有一个七煞，叫做抱虎而眠啊，好像抱只老虎在睡觉。那各位啊，两个七煞怎么办？三个七煞又怎么办？当然，七煞最怕什么？七煞最怕偏印，七煞最怕食神。如果没有偏印食神的时候怎么办？正印拿来用一用，三官拿来用一用。当然，如果你的三官要来治七煞是有前提，听好哦，三官治七煞要有前提哦。如果三官来治七煞，叫做三官驾煞，用驾驶的。注意哦，三官很强悍，七煞很强悍。如果你身弱，还是你不得要领，还是你身处变革，这个煞不会让你驾，不会让你驾驭，你可能人车俱毁。听好哦，食神可以治煞，三官叫驾煞，你要用三官驾煞是有前提哦。听好，七煞是管你的，三官是你生的，你生弱的时候要用你生的去打你的敌人。各位想想看，七煞你都打不了了，你生的小孩子会打得过他吗？就这样想就好了。啊，食神不一样啊，食神是他有一个柔和之气，懂不懂？食神是静态的，他可以把七煞的这种暴力消弭无形。这是老师常讲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三官治煞，三官驾煞？有的人一定要食神来治煞，有的人为什么七煞要用偏印来泄，有的要用正印来泄？
这个讲到我常讲的这个，讲到整个结构的问题，这个已经不是单纯那个大运流年你能够看的问题，很重要的观念在这里。为什么有时候老师讲话说有像比如说有朋友来问老师啊，我正官碰到三官好不好？我常讲嘛，这个三官有的三官格可以见官，有的忌官，有的三官可以见财，每个假设状况不一样。那你只有给老师一个注，老师啊，我正财正财这样好还是不好？简单啊，看你身强身弱啊。有的财多身弱，一辈子为财所困。听好哦，财多身弱是为财所困哦。如果你财多身强，还是财一颗身很强，叫做你出生就是富贵家庭，很有钱的家庭，钱用不完。如果这个命格它是身强的话，再黏住两个正财，你出生的时候家里就非常非常有钱了。听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论命方式。但是因为一般人比较没有做这种悟性的提升啊，其实八字很科学，你们要一定要做分析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那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。369，礼拜三、礼拜六晚上9点，老师会开直播，欢迎到时间大家到那里去华山论剑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